茫茫千古，渺渺天地，生生不息。何为命运？古人云，命由天定。早在你出生之前，玉皇大帝已把千年万事都写在天书上。人生不过是一出他编写好的戏，无人能逃出天书的命运。可有人认为人定胜天，就好像紫霞仙子相信至尊宝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爱人一样。不过紫霞她不知道，在至尊宝心里只有娘子白晶晶，所以紫霞不服，用月光宝盒穿梭时空，偷看完了这出由上天安排的爱情故事结局之后，她决定要将这个悲惨结局改写，她要逆天而行。和穿越到底看到了什么？刚才我在你的心里面见到一个叫白晶晶的姑娘，她曾经对你说了这样的话。你的良心告诉我，其实你最爱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女人。当我看到她在你心里面留下的东西之后，我觉得你经过这五百年回来要找的不是我，而是他。你跟我都要相信这是天意，也就是传说中的缘分。他留下的是一滴眼泪，当他这滴眼泪抱着你的心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忘记我，为什么不把结局告诉他？他知道自己是孙悟空，会吓死他的。你不就是要嫁给盖世英雄吗？可是我看过结局，他不可以爱上我。如果他爱上我，我就会死掉的。紫霞，紫霞你在哪儿？不行，我得带他回到白晶晶的身边。来了，紫霞，是不是眼花了？紫霞，哎，你带我过来找那个白什么女人？白晶晶。啊，为什么？她是你五百年后的老婆。你不就是我老婆？闭嘴，在这儿等我。只有老婆才会这么命令老公。我现在在你的身上越来越能找到夫妻的感觉。别进去，里面白晶晶和白石晶打起来了，他们非得抢一个男人。你凭什么让我离开他？就是啊，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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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就凭那一百两银子？哼，用钱买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有钱了不起啊？
住手！小鲜肉总会有良心。如果爱情能用100两银子买到，我愿意用500两银子给你买。这么大方，我能给他的，同样也能给你呀。这招就能骗个小美眉，因此我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深。为了表明我对两位娘子至死不渝的爱，我愿意以死明志。太夸张了吧？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呢？看见他们两个，就好像看到你以前跟春三十娘吵架的样子。你多久没见春三十娘了？我听说，你认识孙悟空之后就把他甩了。哼，白蛇精，我跟他的事，你操什么心？你以为我爱操心？他到处找你啊，找到又怎么样？难道我白晶晶怕他不成？算我没说，你爱咋咋地吧。侯赛雷，侯赛雷，果然是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难怪至尊宝会对你那么死心塌地。至尊宝是谁？你又是谁？我是上天派来撮合你跟至尊宝的媒人。哼，我已经和那死猴子定亲了，我对其他男人没感觉。我最讨厌你们这帮女人，成天非要缠着那个死猴子。刚刚那个瘦小姐姐没有吓到你吧？听着，那个至尊宝就是500年后的孙悟空，他现在变得皮细嫩肉，甩那个猴子嫁给他就对了。哦，你肯定是那个死猴子的女人，让我离开他，跟那个什么什么宝，至尊宝，休想叫我离开那死猴子，那个什么宝的你留着吧，没那么容易被人骗的，想耍我，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哎呀！雕虫小技，看你怎么死！哎，你想干嘛？干嘛？我去告诉他死字怎么写。哼，不要啊，姐姐！跟这种女人，废话少说。姐姐，你冷静一点。哪个姐姐？你想好没有啊？我姐姐要发作了。你让开！你碍手碍脚的。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让我上身。用人格分裂来骗我，我死都不嫁。什么事了？不知道，一眨巴眼就摔下来了。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嫁不嫁？嗯？他逼我嫁人，逼你嫁人？我春三十娘在，谁那么大胆？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啊，一眨巴眼就摔下来了。是不是我动作太快啊？要不要我再做一次啊？别拼了，会放过你的。说，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们呢，就报我名字。是大哥，大哥，什么大哥？我又不是黑社会，叫师傅啊。是师傅。乖，
叫师傅，叫听话。志总，给你弟大伙做什么？勾引男人啊！啊，勾引男人，他喽，进来。收到。哎，来，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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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别急。我的理想是要得到一份真挚的爱情，如果这个理想的代价是要至尊宝孤独一生，我宁愿孤独终老的人是我。我曾经相信命由天定，可是现在我相信人定胜天，我一定要改写这个悲剧，让至尊宝和他的娘子白晶晶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你是？不认识。哎，我们走吧。你不认识他，他是娘子白晶晶啊，他就是至尊宝五百年之后的老公。五百年后？对啊。哎呀，不明白。你别跟他废话了，走吧。怎么了？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我来给你们科普一下。在一个月黑风高阴森恐怖的夜晚，你是白晶晶，他是至尊宝，奇妙的爱情在桥头一点火就开始了。他一转身你就忽然指向他，他的双手就着起了大火，就一把抓住他，毫不留情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拼命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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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打。接下来的剧情呢简直可以用高潮迭起峰回路转来形容，过程呢自行脑补。现在植入主题，他为了救你，他利用月光宝盒穿越时空，谁知道月光宝盒这个时候发生故障，他嘣的一声就来到这里，就这样。哎呀，两位实在对不起啊，我老婆呢精神有点问题。哎，走了走了，我先吃药了。我先吃药，我没有病。再要啊。哎，走了，放开我。走了。哎呀，你还说你没病？我没有病。哎，你干嘛？哎，看看看看看看，这是五百年后你送给他的玉佩，他一直都带着。那是人家的。我不介意你有孙悟空，自然也不介意你有第二个男人，可是你不能偷偷还不带我。他们俩什么关系啊？还用说吗？很明显是非一般的关系。闭嘴！别指望再走进白晶晶了。那你何必缠着晶晶呢？晶晶她有她的至尊宝，你有你的二当家。什么二当家？儿子他爹。你看，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啊？对嘛，我就说他有病，你又不信。好了好了，回家吃药。我没有病，你不信你问他，你是不是个二当家生的儿子？我觉得他没有病。哎，等，我认识你之前是有很多男朋友的，但是问我谁是二当家，我真的不记得了。那就证明我是逢场作戏的，孩子爸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我怎么会记得在哪生过儿子呢？好，既然这样，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大家各走各的路。只有我可以甩人，没有人可以甩我。这个贱人，站住！哎呀，吃药了！放开我！你干什么你？不，你人家夫妻俩的事儿，你让他自己个解决不就行了吗？人家白晶晶是你媳妇儿，人家好端端一对病人，你搞成这样，还让我插一脚。再说了，上天已经安排你和我在一起了，你就不能搞好我们自己个儿去吗？你不可以喜欢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先认识他的呀。没有啊，我认识你先的。怎么会呢？你明明是为了要找他，所以你才来五百年前再来认识我的。你是五百年前，我是五百年后我才认识他，但是认识你先了。但是五百年的账我都算清楚了。来来，我们继续来来，倍儿干。干什么？嘴巴臭。我明白了。你又变回青霞了，这一巴掌是他打的，爱情是无谓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姐姐吓到的。明白，爱情是需要时间的，你自己冷静一下先吧。哎，见，你刚才为什么打他呀？他吻我，我不打他。你自己想死，你去那个结局，我是不会陪你去那个结局的。不行，我不能让那个结局重写，留他一个人在这儿。完了，你没救了，你死定了。什么？我就是不想死，所以才来搞定这件事情啊。你硬要改写结局，所有的事情当然乱套了。那就行了。历史是我不能嫁给牛魔王，现在就是可以嫁了。如果我嫁给牛魔王，至尊宝就会死心，我就可以不用死。好，去找牛魔王。紫霞，你在哪里啊？紫霞，你在哪儿啊？哎呀，烦死我了！紫霞，紫霞，紫霞在哪里啊？
紫霞，你在哪儿啊？再走不出这沙漠，我就叫遍子了。紫霞，什么东西啊？孙悟空，你本来是答应了如来佛祖要陪着你的师父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孙悟空，可你现在居然跟牛魔王勾结在一起，竟然想要吃了你的师父。少啰嗦，你追了我三天三夜，我看你是女人我才不打你，别以为我怕你。悟空，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说话呢？东邪，错，是唐僧，我刚用月光宝盒穿梭时空回来。你欺师灭祖要杀我，我不追究，可你这样骂观音姐姐，就是我这个师父教导无方了，对唐三藏这个品牌很有影响的。你看，他又扯到哪里去了？我要杀你，我要杀你是因为你偷了我的月光宝盒，混蛋！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偷你月光宝盒是因为你要杀我，你不杀我，我怎么会偷你月光宝盒逃走呢？你要杀了我，当然要逃走了。你不杀我，我当然就不走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有没有道理呢？我受不了你了！你受不了我，我受不了你了！啊！孙悟空，我不跟你玩了，我去时空穿梭，佛爷菠萝蜜。孽畜！雕虫小技，俺老孙撒泡尿都比你厉害。这还差不多。不过你别忘了，我手上的金箍棒是跟东海龙王借来的定海神针。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找到你了，贤弟！我贤弟，我呀、啊，牛魔王啊！牛魔王，惨了，牛魔王，你抓到唐三藏了！no, no, 太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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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明明是阿凡达，怎么可能是唐三藏施主？哦，施主，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出家人啊，真不应该讲诳语。阿弥陀佛。嗯，你现在知道也不晚，贤弟，我介绍我的新夫人给你认识，快跟我走。哦哦。回来，哎，玉帝，我已经把孙悟空收了，特来脚趾。辛苦了，真是有劳观音大师。此次去到凡间，我发现凡间的怨气越来越重，妖怪也更为猖獗，我不记得天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观音大师放心，天书乃宇宙规律，是不会有错的。也是，但愿真的如你所写，紫霞的死可以感化孙悟空，让他陪着唐三藏去取经。贫僧就先行回去向佛祖回话，等待迎接取经人。观音大师慢走。六儿你好，你这次假扮孙悟空去取经，果然把所有的人都给骗到了。我这个偷天换日的计划终于要大功告成了。哼，出来。我就知道我这个计划完美。当初我发现天书写错了，竟然写至尊宝这个孙悟空比唐僧猪八戒晚出生了500年，搞得整个团队三缺一呀、啊、幸好我碰上了你这猴头，先由你顶包撑上一阵子，直到真孙悟空从500年后回来接手，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厉害吧。哎，这也得找一个像我这样演技高超的人配合才行啊。就连唐三藏和观世音菩萨都没有认出我是六耳猕猴假扮的孙悟空，天才呀。不错，你这六耳猕猴果然是作假的高手。来吧，干一个。来来来来来。哎。合作愉快。嗯，这要说作家，你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啊，玉帝。过奖过奖。不过好像还有些首尾要收拾。怎么了？烧死你。嗯。你吓死我了你。哎呀，我真的是要烧死你啊。反正当天你罪犯天条，怕你在丹炉里以天火焚身，是我瞒着大家放你出来的，不然你怎么肯下凡帮我做这件事呢？你是不是要找这把刀啊？啊，拿去啊，我递给你啊。你不能动啊，你有事。可我没事，我吃了解药。你过河拆桥。哎呀，我呢只不过是还原了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哎哎，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紫霞青霞初到天界，你骗了青霞，犯了天神不该犯的弥天大罪，本该就烧死在丹炉里。就算我现在烧死你，你也是在人间
多玩了一段日子，也算是赚到了嘛。那我怎么能算是过河拆桥呢？我们说好了要共用一个肉身的，怎么变成了白天我用，晚上你用，像以前一样？你为了让至尊宝死心，居然想出嫁给牛魔王这种馊主意。如果晚上我不掌管肉身，那蛮牛爬上来怎么办？你愿意，我可不愿意。这是真正的理由吗？没错。月光宝盒呢？你把月光宝盒放在哪里了？谁？害怕了，秦香林？不是怕，是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我知道观音在追杀你，我是过来救你。不信吗？有了他，观音就没办法找到你了。不过我有个条件。我就知道不会那么好心的。说。那天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我这种人喜欢自由，不喜欢被绑。你可以辜负我，我原谅你，但你不能辜负唐三藏。为什么？孙悟空，我追了你三天三夜，还不快现身！我扮紫霞引开他，就说月光宝盒被你偷走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看你错过一次，不想再看你错第二次。哦，你去见那个坏男人了。紫霞，紫霞仙子。你是谁？我是谁？儿啊，有人问你妈是谁？我妈，我妈别名铁扇公主，正名牛魔王夫人，一般人称大老婆，专收拾你这小三。啊！牛哥哥，贤弟，我正愁婚礼主菜吃什么呢，你就把唐三藏给我抓来了，要不然咱们就来一个乱炖唐三藏怎么样？我们还不是很熟，对不对？你告诉他，我们其实真的不是。耶！我们才刚认识没多久，对不对？死一边去！啊，紫霞，至尊宝，啊，是你老婆？死牛！啊，老婆！啊，孙悟空！啊，我。四个人收了六个，一看他们的关系就很复杂，你明白吗？啊，哼，你居然背着我找小三！哎，你拿着块令牌去找我妹牛香香。对对对，快去啊！快快快，站住！站住！走了走了。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行不行啊？商量你个死牛头！你下来！下下来！打死我也不下来！下不下？就不下！下不下来要死！你跟着我干什么？没跟着你啊，这是上天安排的。你说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吗？我不可以走的，你还是回去找你娘子吧。施主，有什么用呢？他人走了，他的心还是在你这里的。这位是？火星人。什么？啊，他经常穿越时空。啊，脑子有毛病，还是说他去过月球了？我说错了吗？他的眼睛里不就只有你一个吗？哼，屁！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的。为什么？是你说的。谁能拔出这个紫星宝剑，谁就是你的如意郎君。
我们到此为止，我们分手。啊，不行，我们才刚刚开始，怎么那么快就分手啊？我不喜欢闪分。我也不喜欢啊。哎，你哪来的小屁孩？快走！哎哎哎，去哪儿啊？我以为我红孩儿飞不起来要靠火陀螺，怎么连你们神仙都飞不起来了吗？是不是要把我这个火陀螺送给你们啊？啊，火陀螺怎么在你们那儿？哎，不好意思。
乱七八糟的。下面的人冷静点。哥叫你们来的。嗯。他不是一直看不起我？嗯。他说我修炼的妖法太残忍，不应该以形补形。啊！哎，我哥说。别人修炼了一千多年，我一口就将人家的东西据为己有，不厚道。谁能成为你的嫂子，你不能收他。看在你是我哥结拜兄弟的份上，我给你点面子。孙悟空，你最会花言巧语，我不是你外面的蠢女人，你当我傻呀？我哥怎么会娶一个神仙？因为你哥想移民，娶了她就可以有户口，直登仙界。唐僧造，你在我眼里不过就是块食物，这儿轮不到你说话。谢谢谢谢，你终于让我知道我只是地球上的一块食物，而不是来自火星。你耍我。你不用生气，你要是不高兴我们可以自己走。我不说走谁也不许走。来呀。哎呀，好像换了个人呢。对，我是他的姐姐青霞。双重性格是种妇科疾病。哎，你没事吧？是迷雾。碰巧，我今天早餐吃了一条双头蛇，看你的双重性格受不受得住。我不怕。我等着你。帮我扶你。为了你，我不可以让自己死。没错，要死我们得快乐到死。但我们不会在一起。为什么？你一定要跟别人在一起，不可以爱上我。不，你说清楚点。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明明爱得要死，却又不可以承认，简称叫做苦衷。我，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告诉你，不只是琵琶，我拿刀捅死你。说，有什么苦衷？哦，对不起，对不起。嗯。你有什么苦衷？我用月光宝盒。去到未来，看了我们的结局。啊？我死了，你孤零零一个，像条狗，好凄凉。唉，人生总要一死。你说这人世间的情侣都像你这么想的话，恐怕自己剩下的只有伤心了。你说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夫妻吗？可是我怕你现在回忆越多，
以后你会更加伤心。不怕，我知道月光宝盒在牛魔王那儿，我跟你一块把它偷出来，一起走。就算难逃一劫，我们也快乐过。爱过，方知情深；醉过，方知酒浓。人生只有一次，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块令牌是我满18岁的牛妖证，是你家人亲自打造给我的，我一直在他身上。我今天来不是因为有事要求你，我是来认错的。你吃错药了吧？跑来跟我认错？是，我是吃错药了，我得了初恋绝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初恋是在结婚以后，自从遇到了紫霞，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我才知道这100多年你过得有多孤独。你现在知道有什么用？螳螂哥能起死回生吗？螳螂精的本性是要吃掉伴侣的，我不吃掉他，他就会吃掉你的。吃就吃，螳螂哥是我一生所爱，我宁愿他把我吃到肚子里，我也不愿意就剩我一个人，天天生不如死。哪有什么一生所爱？他只是唱歌，没有说话，随他去吧。真的有一生所爱，而且是唱出来的。从今隐在过海，留在抱来。落叶沉埋尘土内，开始冬季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不还爱，苦海在世间难逃被缅怀，心声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思霄，哦，贤弟，贤兄，你听我解释啊！贤弟，你听我解释，仙仙少次流口水是在100年前爱上螳螂精的时候，跟今天的情形是一模一样。我看他是喜欢上你了。但是刚才是两个人接吻，他会不会喜欢上唐三藏？啊，不可能，在仙仙心中，唐三藏不过是一块食物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没我什么事了，请。你这个人，香香今年180岁，还是待字闺中。难道他这么喜欢你？那你们这桩婚事，接我这个当大哥的帮你们做主了。就这么定了啊。没
想到你还有温柔的一面啊。那当然了。子牙，老叔说我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你才会开心。哎，你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刚才我跟唐僧接吻，哎，你没杀我反倒喜欢上我了啊。虽然我风流倜傥纵横情场多年，但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能接受我男女同事的人。就是你跟唐僧的激情一吻勾起了我的初恋。先生，你为什么不听哥的话？我都说了女孩子是不可以去上学的。谁说女孩子不能读书？给我站住，你回来。上来。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当时同学们不知道我是女孩子，觉得我们离经叛道，我也懒得理会世人怎么看这段初恋。就这样，我认识了螳螂哥。若从那一天起，我一看见螳螂哥就会流口水，没想到我今天看到你我会。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啊。我虽然风流，但是我从来不横刀夺爱。我觉得你还是找你的螳螂哥哥吧。太迟了，啊！当年我哥怕他会吃了我，已经把他杀死了。不会吧？我之所以会吃妖怪，是怀念螳螂哥和七友哥。螳螂哥哥的死不重要，月光宝宝被你哥从唐僧那儿拿走了，就直接去跟他要啊。子霞，你看，为了 你就可以改变历史了啊！都可以放下。我那么难得和我哥哥和好。这是我的晚餐，他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留给你。如果我真的回到从前改变历史，和螳螂哥一起，我怕我哥会遇不到紫霞姑娘，那我就真的是横刀夺爱了。所以我是不会要回那个宝盒的。是吗？哎呀，这么好的女子让我遇见了，太幸运太幸运了。你给我滚。贤弟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紫霞笑啊？哎，简单，来，这还不容易吗？跟他玩个游戏不就行了吗？怎么玩啊？月光宝盒给我。给你。这个游戏呢，叫时光倒流之有惊无险。怎么玩？哎，你，过来，拿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拿着拖牛屎砸你老大。不是吧？不是吧？算了，别让他开心了。哎，等，你马上用这个牛粪砸我！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预备，来了！来吧！真的？不假！哎，我不怕你的。好不好玩？好险，好险！牛粪又来了！师弟来了，走你！快点！没事，时光倒流回来了。兄弟，这个牛粪会被一晚上飞来飞去的。哎呀，不用怕。对于月光宝盒的使用呢，本人最有经验了，我已经掌握它的所有性能，只能让牛粪消失，整个东西都会保持原状的。你赞。行，还好。啊，牛粪！啊，没事。
露出徐大脸。还有什么好玩的？你别想玩了。菠萝菠萝鱼。他去哪儿了？想知道吗？菠萝菠萝妹。我爱你是注定的，要不要走你决定。好，走。菠萝菠萝蜜。对吧，我就说他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吧。对，菠萝菠萝蜜。你们干嘛？大王，他勾引嫂子，骗你用月光宝盒跑路。啊！不如不如咪！快用月光宝盒跑走，我在后。站住！其他过门啊！我去紫霞。六耳猕猴，你的死是值得的，因为你这本天书所写的一切就会变成千真万确，因为你，我这个完美无瑕的玉皇大帝就不会被人知道我写错了天书，所以你死了之后，这个秘密就会和你一起消失。嗯，我明白，我明白。嗯，紫霞一死，至尊宝就会变成孙悟空去取经了。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啊啊啊！小六，小六，有人改写历史！哇塞！哎，玉帝，什么事啊？玉帝，你已经好几天没有上朝了，我们大家很担心你啊。朕只是有一点感冒，自我隔离21天，免得传染给大家。哎，不对呀，
天书上说神仙是不会病的呀。不对，我那哮天犬也是咳了好几天了，难道天书是错的？天书错？天书怎么会错呢？当天明明是你登记的时候不会写喘字，把哮喘犬写成哮天犬，他现在感冒咳嗽是正常的，而你身为天将，没有文化才是不正常的。回去好好的自己反省一下吧，文盲。哎，那神仙生病到底怎么解释啊？说我没文化，哼！小六啊，你就再帮我这一次，我不会再骗你了。你写错天书是假，你答应我的事情是假，我才不相信你呢。好，小六，你就再帮我这一次吧，宁死也不会相信你。那你走吧。当天你罪犯天条，我已经宣布你死过一次，我让观音收你，你死第二次，将你放入丹炉，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了。在天规里面是没有一条可以判一个人死三次的，我欠你两次，你走吧。你走了以后就没有人代替至尊宝变成孙悟空陪唐三藏去取经了，这些就会被妖魔蛊惑，天下将亡，你的儿子也难逃一死。真的走了？你刚刚说什么？没有啊。你刚刚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你听错了。你是不是说我有个儿子？你听错了，没有的。不说清楚，今天别想走。你还欠我两个人情，说我是不是有个儿子？我答应，我答应过这个女人不能说的。走，好好好，我告诉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派你去护送如来佛祖日月神灯里面的一对孪生姐妹？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要跟你生的一模一样。如果可以选择，我也不想长得像你啊。嗯，你刚才那个女孩儿，孪生姐妹，你肯定是沁霞仙子了。再下流的泥猴，以后我们要朝夕相处了，交个朋友吧。就凭你，省省。有问题吗？你全身上下都是毛，跟个红毛丹似的。先回去把毛剃干净之后，再来学人去追女孩吧。因为这句话你变了个人样，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身上的毛全剃光了，而且给自己起了名字叫秦祥林。跟青霞亲近，犯下天条。就在大家要将你处死的时候，朕终于想到可以代替在500年后孙悟空出现前的人选。进丹炉。所以朕跟你协议，偷偷放了你。但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青霞，
他已经怀了你的骨肉。哎呀，总是在讲到最精彩的时候他就来敲门。又怎样？玉帝，我求你救救我妹妹。你妹又怎么了？我们和好了，可是她被牛魔王抓走了。天书是这样写的，我又能怎样？你可以的，六耳猕猴、唐三藏，他们都是来帮你弥补的。其实我早就知道天书写错这件事，只不过我一直没有说出来而已。什么？那天你派他去凡间，我全都偷听到了。他之所以不辞而别，是因为他不想跟我在一起。所以我求你，求你把肉身还给我。只要你可以救紫霞，我立刻自行了断。我答应你，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的。我求你了，玉帝。你的肉身在虚渺宫。谢谢玉帝。为什么那时候有了我的骨肉，他没有告诉我？我也曾经这样问过他。作为一个女人，连自己的男人都留不住，也算失败。如果用孩子来绑着他，他留下来也是为了孩子，不是为我。与其到时候两个人都不开心，不如让他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快乐。那么这个女人，也算是对得起这个男人。我将他的肉身收了，是要他跟紫霞共用一个肉身，让他们姐妹到凡间修炼，同甘共苦。而他的胎儿，我就借用春三十娘的身体把他打到人间，让二当家背了这黑锅。我用月光宝盒把他运回到500年前，正所谓天上一日，人间十年。现在他应该已经长大了，因为他是一个仙胎，所以在凡间会与众不同，任何人只要吃了他的肉，一定会长生不老。曾经应在过去留在不来，尘土啊，孩子总结中事无变改，天边的你漂泊、啊、我一直以为我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其实我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所谓自由，不过就是一种漂泊。我错过一次辜负我爱的人，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陪我的儿子去取经。我回来以后，我答应你，我们不会再分开。也不会跟你讨论人与妖的理论。我跟你聊了这么久，你给我点反应行不行啊？这是牛妖基本的素质，你懂吗？你有反应啊？牛掰，你找一个又聋又哑的陪着我。牛府婚礼现在开始。
别怕，汉磊不会吓你的，是吧？没吓吗？不可能！到底是谁？是我，贤兄。真的是你？牛夫人，我孙悟空今时不同往日，我是个非常低调的人，请自重。既然你是我贤弟，为什么不转过身来说话？一个人做错事，自然就没脸见人。当年我在你家跟嫂子偷情，对你不住，接着又跟其他的女人，对嫂子不住。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还找了一个人去顶包，我又对他不住。好小子，我早说过我不是孙悟空啊。怎么可能？我看过结局，至尊宝，你才应该是孙悟空。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初我穷凶极恶，坏事做尽，今天我回来只想找回一条生路。悟空，你终于回来了。师父，弟子昔日罪孽深重，幸得观世音大士指点迷津，现在一心归于我佛，绝不会再留恋世间半点情欲。护送师父西天取经的重任，弟子愿意一肩承担。善哉善哉，你终于迷途知返了。死猴子，想当年叫人家小甜甜，现在管人家叫牛夫人。天，你个头啊！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猴头，今天还好意思让我放过你？前我始乱终弃，你现在何尝不是抛妻弃子、抢人老婆？你抢人老公，而你自命与螳螂精情深意重，真爱至上，杀人如麻，还帮着你哥哥棒打鸳鸯。今天不是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而是俺老孙放你们一条生路。臭猴子，今天是我大哥大喜的日子，你敢来砸他场子？臭猴子，满口胡言，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干嘛？我以前是山贼，开锁有什么难的？走，救唐僧。
敢动我老婆孩子，老子跟你拼了！来吧！嘿，往哪儿跑？啊！羞愧啊！带圣僧走。好。时间完成天书这个任务，我们兑换印记，调换身份。哎，哥，你怎么样啊？哥，你没事吧？吃了我。什么？吃了我，你就可以功力大增，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打败孙悟空了。哥请你这么一个妹妹，就当是给哥一个赎罪的机会，拿哥的命换你的螳螂哥。我不，不可以。想想，哥从来没有求过你，这次就当哥求你好不好？我求你了，我求你。决一死战，我们下凡助他一臂之力。领旨。兄妹受死！
现况，我得不到紫霞，你也休想！天罗地网！天罗地网！姐姐。和我妹妹一样，我们的意中人都是踏着七色彩云的盖世英雄。之前你不是，可是到了这个结局，你是。放心走吧，你会重生的。我跟玉帝有个协议，侠死了，孙悟空陪着唐三藏去取真经，这个结局也堪称圆满了。他这么干是要回去瑜伽团聚啊。你搞什么，你说好了各走各的路，你像个冤魂一样的缠着我，你烦不烦？我什么叫你走大王根呢？天上一日，人间十年，如今唐僧师徒已取得真经，普度众生，神仙从此不再生病，连哮天犬的哮喘也好了，四海水产丰盛，再无痴男怨女为情自杀，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长命百岁，出入鬼门关的人都少了很多，阎王和他的夫人都十分高兴。唐三藏恢复金蝉子罗汉真身，封为旃檀功德佛，戒掉玉清宫，抄写经书，常伴父母膝下。夫君，全靠玉帝开恩，让你代替我妹妹跟我捡在一起做灯芯。你不要以为他那么简单，我看他是想监视我们全家，以免被人知道他写错了天书。小人之心。
怎么办？哎呀！
老是来去未伴侣，来去失去，是缘分所未，此生何故挥不走，放不开，逃避却似。我俩像雨水风中散聚，辗转是泪，反复似醉，在天地间多唏嘘。我愿能每日全为你添生趣，我愿能每夜陪着你安睡，一生一世也相对伴随，阔别后盼望来世又重聚，来去散聚，是缘分所未，此生何故挥不走，放不开，逃避却似是罪。天宽地大，所爱是谁，我俩像雨水风中散聚，辗转是泪，反复似醉，在天地间多唏嘘。天宽地大，所爱是谁，我俩像雨水风中散聚，辗转是泪。